难时时现眼前，因为天灾人祸所造成的一切灾害，而这些景象时时都出现在我们的眼前，我们的身旁。所以这边苦难的话，我们直接打苦；难的时候，我们打困住，被束缚住，双手交叉，不管是右手或左手在前，其实都可以。而这些事情都会时时出现在我们的眼前，炼狱宛如在人间，而这些地狱的景象就好像是在人间一样，也就是地狱宛如在人间。所以这边炼狱我们就直接比地狱，宛如的话我们直接双手捏在一起稍微动一下，就代表如果的如好像在人间